苍茫大地，风沙万里，蓝色的蒙古旗飘扬在一望无垠的土地，一个蒙古少女，一个汉族英雄，在宁静美丽的呼伦辞邂逅，开始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呼伦辞的微波，小红马，你只坏蛋啦！做咩人哋身度乱咁撞噶？你睇唔到我呢件衫系今日先至换嘅咩？一阵间整污糟咗，睇下我打唔打你啦！哎呀，你仲系咁？唔好啊，唔好咁啦！唔好啊！霸道，咩事啊？嗱，司徒大伯，霸道啊！这个冬天你瘦了很多的。啊怎么格尔诺对你怎么不要提啦。是的。你不是整天都去他家探他们的吗？是就是。不过他次次都翘埋对脚，好像菩萨咁坐在这里，眼尾都不睄下我。反而他妈就算是病了瞓在床上都会招呼我几句。巴图啊，乜你咁傻噶？边度有人喺冬天向姑娘仔求爱嘅啫？啊，你睇下，而家系春天啦，喺呢个季节，边个姑娘仔可以抗拒人哋嘅追求啊？旧年春天咪又系咁，旧年就只可以怨你自己啦。边个叫你半路中途又同乌兰呢个死丫头一齐鬼混呢？白兔，成个族入边嘅年轻人，有边个唔想追到格尔诺啊？佢又点会中意一个三心两意嘅人啫？系咪？不过终于都冇人娶佢啊！唔同啦，今年就唔同噶啦。旧年佢十七岁。仲算是姑娘仔，今年十八是大姑娘咯。巴图啊，你如果真的想娶格尔诺嘅，今年就一定要落啲功夫啦。啊，想话索得住只马，就要凭真功夫；要博得姑娘欢心，就是要用真感情啊。无用，你只畜生真是无用，打你马头啊，你又何必打只马来出气呢？你想走，你以为走得出我手指罅咩？喂，巴图啊，你想点啊？我攞条绳嚟捉啲嘢畜生翻嚟。诶，巴图啊，你癫咗咩？都未到套马嘅季节，小心得罪菩萨啊！你唔好以为咁样格尔诺就会睇中你啊！佢唔同乌兰，格尔诺系个稳重嘅姑娘嚟噶。边个话我系为咗佢？咁你仲快啲落马？你睇下，好多人已经争住向格尔诺大献殷勤啦。吓、啊，诶、欸、诶，嗱、欸，司徒大人，啊，咁点算啊？点算啊，叔仔，梗系行过去啦。吓、啊，无端端行过去？咁、你估佢哋好似蜜蜂咁嬲住格尔诺，又有咩特别原因咩？唉，但系点同呢？我同格尔诺以前到而家，你真系冇用，你唔过去我去吓、啊，当系帮你赶走啲狂风浪蝶都好啊！吓、啊，嗱、啊，司徒，格尔诺，格尔诺，嗱，司徒大伯，你阿妈个病好翻啲未啊？啊，都系咁啦。
真系急死我啦！上次喇嘛话过咗冬都唔好咧，就算活佛都冇办法噶啦。但系而家已经系春天啦。唉，咁佢而家觉得点啊？行唔行得路啊？寻日妈妈听到话啲羊有咗羊胎，想去睇下啦。点知企都未企稳咋，就跌翻落嚟啦。乜咁乱做啊？好啦好啦，一阵我过去你哋度睇下佢啦。好啊，我等你啊，大伯。是王爷府派来的人啊。大伯，你说是王爷府的人？今次又不知派哪个来。年年这个时候啲羊开始怀胎，每一族就要纳贡，又有排忙。喂，这匹青马是不是你们这里的？点解仲未开始放青就被啲马乱咁走啊？吓，呢只马脚程都几好啊，一追就追咗我几十里路先捉得到。我睇唔系我冇第二个可以喺呢度捉到佢添噃。当然啦，当然啦，方圆几百里，边个嘅骑术及得你啊？呢位姑娘就系格尔洛啦，我喺文耀道听过佢嘅，佢真系我哋大草原上面嘅格尔洛。呢位是乌日他，是上次南部达骑术和摔跤大赛的冠军。王爷，王爷已经选了我做他的侍卫了。介意啊，姑娘。乌日他大人，你打算在我们这里住几栋呢？王爷吩咐你们要在一个月之内将所有纳贡的东西预备好，由我带回去。咁好啊，今晚就请你喺我个蒙古包度瞓一晚先。到听日先至再帮你搭一个啦。好啦，一切就由你安排啦。仲有呢匹马。呢匹大青马系巴图嘅。你就系、是、上次喺南慕达大会一上场就俾你摔倒嗰个后生仔啊。就是那个生得好英俊的后生仔是吧？冇错啦，冇错啦，就是他啦。巴图啊，咩事啊？话你所有的人知，王爷的代表乌日他已经嚟咗啦，叫几个人在广场那度起火，仲要搬多啲酒出嚟，搦晒啲肉出嚟，我哋今晚要好好地狂欢啊！知道啦，蓝丝兔大伯。你真系越嚟越威风吓，冇错啊！可惜啊，仲未娶到一个乌日喇你哋再讲啦，再讲我就灌醉晒你哋。你灌醉我哋冇用噶，我哋又唔系姑娘仔。最紧要咧就唔系格尔洛啊！喂喂喂，好啦噃，你再讲啦。好啊，唔讲你都得。听讲王爷最近又娶咗个妃子，喂，仲系汉人嚟添噶。系啊，喂。究竟比唔比得上我哋嘅格尔洛啫？争得远啦！王爷嘅权力，哇，真系好犀利喎！佢要边一个女人，嗰个女人咧就要跟佢噶。其实咁都冇咩意思啫，未熟而摘嘅瓜就唔甜嘅。嗰个汉人姑娘，听讲仲系刘兴云部下嘅家眷嚟嘅添，抢咗人哋翻嚟，日后唔知有几多麻烦啊！刘兴云，就是那个土匪啊，不是咯。喂，听讲他的马队都是百中挑一的好汉来的。那我就没有遇过噃，不过我看汉人就怎都不会叻得过我们啦。是乌日他，你怎样啊？把口就跟我们讲，
对眼就眼金金咁望住嗰度。冇法子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嘛。喂，点啊，乌日他，你觉得格尔洛点先吓？佢到而家都冇中意过我哋族入面嘅人噶，分明就系中意咗外人啦、啊。喂，乌日他，你同佢啊，的确系最衬噶啦。你嘅勇敢同佢嘅美丽，响大草原之上系齐名噶嘛？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冇错啦。英雄美人天生一对，嗯，唔得嘅，我今日先至第一次见佢，有咩唔得啫？我睇佢啊，一早就倾慕你嘅鹦鹉啦。系啊，吓，真系嘅咩？嗯，哦，唔怪得知佢对我笑得咁甜咧。啊，咦，系、啊，喂，呢件系喜事嚟噶，以诺啊，从来都唔会对陌生人睇多眼噶。你快啲去同佢跳隻舞啦！如果佢肯同你跳舞嘅，咁即系对你有意思啦嘛。系啊系啊，系、啊，好，我即刻过去。你睇个傻佬真系信啊，仲走咗过去添啊！系啊，呢啲咧就叫做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啊，不自量力啊！好心佢啦，就用镜照下自己副猪容啦。草原第一勇士、啊，我系草原第一丑八怪就真系啊！嗯，咁好啊，等嗰个高斗嘅格尔洛俾啲斧头佢受下。格尔洛姑娘。唔知可唔可以上面同我跳一隻舞咁呢？乌日他大人啊，我好啦。啊，介意啦，姑娘，请。咦、嗯？奇啦，点解介意咯？真系肯同嗰个丑八怪跳舞嘅？唔通佢真系？嘿，你傻啦！你睇下格尔洛个样啊，揦埋口面咁，诶，佢俾面佢系王爷个代表咋，咁咪益咗佢咯。我咁耐啊，都未同格尔洛跳过半隻舞啊。咁都好，等嗰个傻佬以为自己真系有希望，越踩越深，第二日就知道味道啦。咁又系、啊。二郎，你唔好咁难过啦。你阿妈都过咗身20日啦，你再系咁落去嘅话，对身体唔好噶。你要顾住自己。我妈妈未死，佢会翻嚟噶，佢唔会抌低我唔理噶，佢唔会噶。介二郎，你冷静啲啦，唔好咁激动啦。不好，算啦，我哋由得格尔洛佢一个恩情下啦。但系嗱，司徒大伯，佢已经系咁样过咗成20日，唉，唔怕啫。格尔洛是我哋蒙古嘅移民，佢支持得住嘅，我哋走先啦。哦，格尔洛啊，咁我同大伯走先啦，你要保重啊，保重啊，妈妈。有嘢要讲啊！格尔洛，我喺度啊！妈妈，你要记住，河入边嘅河水流唔尽，人系人嘅生命会流尽嘅。快啲加快一个雨衣郎，滚！妈妈，点解？点解大
草原，你唔可以帮我留住妈妈。咁多年来，就只有你同妈妈陪住我，点解啊？格尔洛真是一个孝女。咦，而家格尔洛已经一个亲人都冇了，按照俗例，佢咪可以任意搬去任何一个部族咯。咁如果我娶佢，佢咪可以跟我翻去。但系点解自从那日佢对我笑咗两次之后，就一直扮成好似见唔到我咁样嘅呢？一定是因为他妈妈刚刚过身，他太悲伤。但是那更加应该在爱情里面来找回一些安慰的。那晚他跳舞跳得真的轻盈，没有一个姑娘可以比得上他。他的美丽令他变成天上的神仙一样。我的勇敢令到我成为草原上面的英雄。他们都说他一直都没有看上任何人，虽然那班人都向他大献殷勤，但是他就一个都不睬。听说他是崇拜英雄的。哇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格哎，真是没用，计落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刚才不跟他说？乌日塔，佢等紧你开声噶，佢要你安慰佢啊！唔怕，反正仲有好多日子，听日先咯，听日早咪同佢讲咯。唔得噶，乌日塔，听日你就要翻王爷嗰度噶啦。乌日塔，你要即刻追上去，计落，计落。乌日塔大人。再见啊！托佛爷保佑，介意落佢真系爱我嘅。佢临走嗰时候，拧转头望我一眼，几咁深情啊！佢一定系怕俾人哋见到，佢怕丑，会怕丑即系有爱意啦。好，佢一定响前面嘅草原度等我嘅。太好啦，太好啦！使唔使成个人都呆晒啊，乌日卡大人？乌兰，你都唔谂清楚嘅，人哋乌日卡大人系要捉天鹅啊，佢会要你呢只见到血腥就冚冚声嘅野鱼鹰咩？你讲咩啊？喂，唔系连我你都睇中啊？你仲唔讲？使我追到你嘅尖尾度！格尔洛，乌日塔大人，咩你啊？系，对唔住啊，我喺度放紧羊，连香都冇着，真系失礼晒啦。乌日塔大人，唔好咁叫我啦，格尔洛。咁，格尔洛，我爱你啊！听日你同我一齐翻去王爷府啊！你讲乜嘢啊？跟我翻去啦！既然我哋已经咁爱对方咯，你。边个话俾你听我会嫁你噶？真系笑话！你介意咯？你唔爱我咩？诶、哎，介意咯？你唔好走！你想点啊？佢哋话俾我听，话你爱我噶。佢哋仲话你喺族入边冇情人噶、哦。乜爱情可以听人哋嘅传说嘅咩？但系你确系冇情人啊嘛？边个话我冇啊？咁系边个啊？系讲。是巴图。蛤？是巴图？浮生只是迷人心，我忽然爱这风水图，看你还敢若
说不出的酸楚。《的尼波》第一回，叶世雄监制，姚秀玲编导，倪康原著，长风编剧，并且由曾月娥、秦雅阁、曾永强、丁家湘、陈建恒、刘超文、卢允贤、车心梅等联合播出。其中音乐大部分取材自腾格尔所作嘅蒙古乐曲《呼伦辞的尼波》第一回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